Hey guys, 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 大家现在看到这个脸，是不是觉得，哎呦，我要赶快切掉？先等一下，我们先把眼镜拿下来哈。其实这个影片呢一点都不原创，但是今天比较特别一点。第一，因为我今天起得比较早；第二呢，我今天其实有一个工作是要陪同去一个我个人觉得蛮让我紧张的活动。当然这不是一个 tutorial， 大家不要期望太高，这次也不是合作影片，纯粹是跟大家聊聊天，然后 get ready with me。 好，哎呦，这个有没有人试过那个发圈常常会打结打成这样，尤其是这种 QQ 的，我真的是快要被气死了。我长得好像一颗蛋哦。OK， 哇，这个真的，很时尚，还是我今天就这样出门啊？首先第一个，我想要来戴隐形眼镜，因为我近视250度，你若不戴眼镜的话，你就是有点朦胧美。但是如果真的要看东西的话，就还是要戴隐形眼镜。大概没什么人在意，不过我戴的是娇生的每日抛。我最近要练会一个很厉害的技能，就是我可以在任何移动上面的交通工具戴隐形眼镜。我知道这很不卫生，但是。你知道 ，sometimes you just gotta do what you gotta do。好，哦，好酸哦，哦，隐形眼镜戴好了，哇，我那两撮真的很可爱。再来就是进入到妆前保养，但是我觉得我们可以先跳过。然后啊，最近我的皮肤真的是中东油田中的油田，就是不断的产出很油。油到我觉得我是不是要移民去杜拜，可能会赚点钱。最近因为脸真的太油了，所以我所有用的东西都只能从比较滋润型的换成清爽型的。我不知道哎，明明就是已经要秋天了，但是我的脸是大概最近这两三个礼拜才开始变得超油。因为今天真的是一个我蛮紧张的一个活动，虽然也不是我个人要参加，但是毕竟要陪同，所以今天就是试着要让自己看起来更得体一点。我用了这个 Makeup Forever 的 Mattifying Primer， 它是我用过前三名最控油的试底乳，第一名应该是那个 Becca 的吧，它大概已经3岁了，所以我不知道它有没有坏掉。其实接下来我来思考一下，如果要比较持妆的话，我就会考虑这个 Kate 的或者是 Estee Lauder。Estee Lauder， 它的缺点就是没有一个那个挤的那个 pump， 你知道这样每次这样，你看哦，每次不小心挤，然后就挤啊，然后它就会长这样，超恶心啊！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跟我一样，都在 YouTube 上面学化妆，然后你们学化妆的人都是谁？这个头发，但是因为国外很多美妆的，他们的脸型什么其实跟我很不搭，就是我没有办法参考他们的 tutorial， 所以到后来好像变成就是啊，反正就自己学哦。我要特别提一下，这个是上次去丽颖家他送给我们，就是他去韩国买的美妆蛋，我觉得跟 Beauty Blender 有的比耶。然后我觉得我的头发上面已经沾了很多的粉底液。其实 Get Ready 算是我一天里面最喜欢的步骤，因为我个人是很喜欢化妆的，可能我技巧不是太好，每天把自己准备好出门的那个感觉我很喜欢。这个 foundation 谢谢 MAC， 谢谢 MAC 割爱，然后就用这个万年不变的 Laura Mercier Powder， 这个也是用了100年都还没有用完。我忘记上 concealer， 这个 concealer 我觉得好像也坏掉了，这个大概是我一年前在伦敦买的那个 collection 的 concealer， 蛮好用的，而且超便宜，有时候可以把它就是把这个再带到眼皮上面，就可以当做眼影的 base。还好今天没有什么大爆痘，其实我不是很常长痘痘，但是有时候脸没洗干净就会有粉刺或是那种一小颗的那种。好，我觉得啊没差了，好了就这样子。接下来我们来画眉毛。我觉得出去问一个女生，大概10个有7个会说眉毛很重要，但是眉毛我之前常会画的啊太粗，我今天要来尝试画的自然一点。放在北拜哦，这就是 Excel 那个 3-in-1 眉笔，我跟你说超好用。好，你以为这样就结束了吗？是我喜欢，还是上一层就有点像帮眉毛定妆的感觉，稍微染浅一点会觉得没有那么凶。这边就是现在不要跟我讲话，这边就是嗨。最近很喜欢这个 NARS 的眼影盘，它好像叫做 Isol 吧，所以我就这样。没什么技巧的，其实我其实很常用手指去上眼影，因为我觉得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我买的眼影大部分都是你直接用手上，它的显色度会更好。如果你不小心就把影片看到现在了，我真的是要给你拍拍手。先上一层这样，然后就拿出其他两盘。这个超级无敌脏的 palette 是 Laura 的 Gold palette， 颜色超级美，但是其实它很飞粉，所以你如果用刷子的话，它就会这样，然后你整个脸都会是亮粉。所以我一样是用手，你们看。瞬间往上提了一个层次，哎塞啦，那我也塞。
再来这个就是 Anastasia 的 Palette。I like the way that her eyes shine in the sunlight, even the moonlit glitter of a smile。然后我会在这个地方稍微画一点，让整个眼睛看起来比较就是有神啊。哈哈，我今天是要上台演出吗，小姐？啊，完了完了，我是不是毁了这个？毁了这个 makeup look。好啦，大概是这样，算了，随便，我没有时间了啊。那眼线我一样是画在就是眼尾的地方，因为我没有双眼皮。然后我最近在找新的眼线一笔，所以如果你有推荐的话，可以留言在下面，我很需要。然后我一样是最近买的是 Maybelline 的 Super Curl， 但是我个人觉得真的还好，我觉得 Kiss Me 还是好用一点，因为等一下，我刷睫毛真的不能讲话，我很怕。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我必须说，刷睫毛跟没有刷睫毛真的是差在，我不知道哎，应该有38.9倍吧？你有没有觉得，哇，好有精神哦？嗯，你是刚刚被打吗？ I never really thought you'd be my crush. You had me wrapped up in your touch, and then I found there was no substitute. But 好，完成，眼睛就大概这样，腮红。腮红用这个 Tarte 的很棒，给他100分，给他3个龟宝宝章。这是 NARS Steven Klein 的一个 palette。哦，打亮的话就是 Hourglass 的上面这3个。那我很懒，所以我基本上就这样，刷刷刷刷。哦，有有有，好。这个是 Himi 的液态，叫 Himi 吗？是它的液态唇膏 in 04 Cordial。嗯，还可以吗？嗯，好，大概是这样子。哇，好像一只狮子哦。完了，我好像还没有梳子哎，糟糕。有有有有有，我找到了。以上就是今天的 makeup look。那我现在就要去换衣服，然后等一下给你们看一下我今天的 outfit。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今天的 outfit。那衣服的话是 Zara， 然后裤子的话我不知道，好像是我姐的吧，不要跟她讲。鞋子晚上应该会穿个，哎呦可恶，穿个小高跟吧，我不知道。我昨天发现说，你看哦，哎是哪一只啊？这只，你看，咦，啊！如果你觉得我应该买双新的话，可以在下面留言。Thank you guys so much for watching. I hope you enjoyed today's video. If you do, please give a thumbs up and subscribe to my channel. And I will see you guys in my next one. Bye! 然后我觉得跟 Beauty Blender 好。你现在是要把它上在眼尾的地方，好痒哦。好，来再多上一点好了，今天心情好。好，人生好难啊。